认为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他已经走了，不用怕，你讲。他太小了，过不去。哦，确实有这个担忧，一直都在担心这个。今天来的时候就怕这个。哦，就怕自己因为身材娇小没法过关啊。他一直在问我大概多远。对于距离比较担忧一些。那说明你也是他的军师喽。今天好多闯关的选手都告诉我们。哦，大家你看，就一群姐妹在后面都在讨论这个通关秘籍，分享心得。是，好的。啊，小姐妹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，很不错哎。这个其实赛道啊，跟身高没有多大关系。真的。你说像这个你这么轻的体重，可能这个摆锤砸到身上啊，都没有什么反应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四两拨千斤。首先要站稳，然后等着摆锤摆过去的那一瞬间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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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其实还是时机。掌控有一点点慢了，向前冲的冲力小了一些。真的，好了，现在要轮到胆子大的了。不免的，你不是，你胆子不大，现在还为自己担心啊？刚刚那关独木桥你能过吗？过不了。我害怕他都现在一个都没有过。你有没有经过考试时候妈妈会说一句话？如果考得不好，你会跟妈妈说班上还有比我考得差的呢？这时候妈妈会说什么？你怎么不跟好的比啊？对不对？咱们要有积极向上的心，好吧？要对，要看那些上高台，要向那些上了高台的选手们学习，好吧？准备好为自己加加油，来，勇者大雄关，请听口令，有请。3, 2, 1 go！ 哎呀，一声惨叫。哎，不要害怕，哎，让我们稍微稳住一下节奏。第一关蜻蜓点水，应该就是很轻松的通过了。是的。心中的一些胆怯可以慢慢的来克服，是收放自如了，现在已经啊。第二关，好，到了两级反转，哎，好的。虽然说摔得有些重，看得我有点心疼，但是其实你要躺在上面，你会觉得很舒服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很好，通过了第二关。来到了障碍酷跑，这时候我稍微调整一下节奏。稍微的一个小起跳，哎，稳住，站稳了，稳住节奏，哎，跑起来，对，漂亮，过得很悠闲呢，对，两个手摆动起来，好的，好的，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准，很酷啊，这关过得不费吹灰之力，哎，当然在这里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哎呀，又是这一关。不光是我们二位有点唉声叹气，我也听到从后面长长的传声音。哎，啊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吕志梅，来自南京。嗯，南京。志梅做哪行？学生。那学生也是学生。这样子吧，听说志梅今天带来一个才艺，要在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来表演，也通过这个才艺为自己再次加加油，好吗？来，舞台交给你啦，去看。跳起来，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是哦，哦，哎，很性感哦。哇，哇，还会有一个这，自己有戏，再加一个戏哈，情绪的投入。好了，谢谢。我觉得从舞姿看出来，平常有锻炼过，我觉得应该更有信心了。跳完舞之后，自己应该信心倍增吧。有必胜，必胜，必胜！我们来看看到底你是否能够登上高台呢？勇者大雄关，请听口令，有请。3, 2, 1 go！ 加油！第一关蜻蜓点水，得。果然，这个过关的过程就如舞姿一样的轻盈啊！哎嗨，来了第二关。好的，成功踏上安全平台。好的，来，小心哦。来到了我们的两级反转。好，很好。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害怕的一些事物的时候，比如水呀、高啊等等，它的肾上腺素会急速的分泌。哇！啊，它会抵消你的这些恐惧感。嗯，对，我们需要的就是鼓励。第三关。障碍酷跑，好，哎，很好，维持一下脚下的速度，跑起来，很有希望的一位闯关者啊！哇哦，时机把握的也很好，
哦，很好。来到了旋转独木桥。其实我觉得这速度一定要够快。对，重心要靠左啊，来，快速通过。很好。好的。很有道理，它真的是往左边偏了一些。是的。恭喜您现在获得威力泉提供的防晒套组了。哎，完成了这一关，我们的奖品就会升级了。是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女生组的选手来到这一关了。嗯，而且好久没有听到高台传来的声音。对，我们感觉现在好新奇啊，睡着了快。睡着了吗？来，寻找一个方法。嗯，因为她其实身材很娇小，比较轻盈，所以容易抖动的比较厉害。容易抖动的比较厉害。那还好，重心比较低，小心。小心，稳住。最后一个圆台了。好的，有惊无险。不要看个子娇小，我觉得能量是巨大的。这关通过，你将可以把奖品升级为温丽泉提供的补水套组。恭喜，来到第五关。好，恭喜这一位南京的潘西哦，已经来到第五关极速轮盘了。嗯，来，好，已经好久没有女生来到这一关了。是的，这一组的女生表现呢都在前几关呢有点差啊。但这一位还是不错的，来到了七彩阴阶，获得1000元的奖品了。是。好，七彩，很好。好。果然啊，南京的潘西闯几关了，一点都不含糊呢，是非常的勇猛。再向前倾一点点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慌。往前冲，好，最后一步，小胜的恭喜，恭喜获得2000元的奖品，来到我们的团购录音机，团购录音机这一关呢，一定要注意进入的时机。来，好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走走，不要停，好，往前走一点，人稍微的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，对对对，很好，走走走，准备起跳，距离合适就跳过来，好嘞，恭喜获得3000元奖品，来到最后一关极限阶梯。哇，你真的是争口气哎！最后一关了，哎，小心！哎，如果觉得水柱有点冲的话，那就站起来，这样子就不会冲到你的头了。好，继续向上爬，往上爬，快快快！加油！不要停，不要停，快快快！往上爬，快点，快点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速度稍微快一点。他刚才在最后一步的时候，哇，所有人的油要掉下去了。当时你掉下去了，你也掉下去了。但是你顽强的站起来了，挽救了自己。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。而且我发现你在之前没有跳舞之前是另外一个人，跳完舞之后瞬间变成女超人了，这变身前的一个动作是吗？来，恭喜你，女超人拿到了5000元大奖啦！同时也获得由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啊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兴不兴奋啊！我兴奋。Do it this, do it this, girl. Do it this, do it this. Hey. Do it this, do it this, girl. Hey. Oh hey. Drop it. Do it this, do it this, girl. Do it this, do it this. Hey. Do it this, do it this, girl. One, two, three, go. Yeah. 好的，恭喜我们看到了第二位成功登顶的女生组的选手。现在我们女生组只剩最后一位大姐了，啊，大姐扛把子啊！大姐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周秋香，来自江苏南京。心里预估自己能到第几关？我估计到3关也差不多了。大姐你要加油啊！你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了，我们为你加油，给你无限的动力，好吗？来，加油！勇者大声关，请听口令。有请。Three, two, one. 好的，祝大姐啊！出发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别难过，哎，啊，总是出其不意的结果。对对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那今天。